行走过灯塘，今天的是莎莎。陈叔叔，莎莎在哪边买的？刚生出来的。刚生出来的啊、哦？八斗子吗？八斗子，跟八斗子生的。敢多八呢？脚很开，很高。嗯、我每八跟外八都一直有。真的哦，那、啊、他就是一斤多少？一斤我不知道，他都十只。十只四百，好像真的蛮便宜的。四百五还是四百，忘记了。但他有两次给我死的，王八蛋。不懂。就是那个比较没有那么活泼的。它是活的放在上面吗？也不是活的啦，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新鲜，有一段时间的啦。哦，对。所以现在在做挑虾场的工作，是吧？挑虾场的工作是什么？他把那个头虾的尖尖跟脚都剪掉了，然后再把它剖开。挑虾线跟去虾头，那个东西就是最脏的。你有看到很脏吗？就跟我差不多一样脏。嗯，也是。你说中邪的时候那种脏度？你说什么？那个脸黑黑的脏吗？哎，对啊，就我们今天去海边。哎，我们去是什么海啊？少明宫。对，我们这边 SUP， 对啊，太热，热到宕机了，现在脑部运作只有50%了。对，你看他酗酒，他酗酒。好喝。酒精浓度要再浓一点吗？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可以。真的吗？嗯。好吧。